由咱北港市长萧炎仪所率领咱公所，以及由咱进入的托儿所所成的几百人的队伍，几百人的队伍，咱好好来来欣赏因的表演。感谢感谢南洋国小第一三太子，感谢感谢，来 give me five， 谢谢 give me five， 也感谢了咱金水条文化发展协会，非常感谢。咱第三队伍是咱北港镇公所，北港镇公所，咱托儿所所组成的百人的大军。在托儿所的老师甲着家长精心设计之下，拢亲手来做着这顶的德标啊，做着德标是这次的焦点重点吼，是用这个做的，这拢是老师亲手所做的。啊，咱看到大人为囡仔跟桥而行，也表示着对儿童的照顾、安全的守护，包含着儿童保护的意义。在妈祖甲千里眼顺龙里的大将军表现呢，就镇压，而且减少着儿童受虐待的事件发生。儿童少年是咱国家未来的希望，而且咱也呼吁着大家做伙为保护儿童做好处弊。非常感谢着咱北港镇公所的队伍。在哪？是咱金水条，金水条文化发展协会，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是伫咱庙埕，是咱金水条桥班会啊，由咱南洋国际学生所组成的啊，非常感谢咱，掌声来，咱感谢一下。下面咱看到咱北港镇公所哦，声是有一个超人哦，有一个超人。这个超人是由咱清洁队队长啊，清洁队队长。咱超人的边啊，一个白雪公主。这白雪公主呢，啊，是由咱公所的秘书啊，阿香啊，林翠香小姐。在前面挡人就好了。虽然啊，年纪有较侪一岁岁啦，但是呢，啊，整体来也是非常的窈窕啊，非常窈窕，非常的美丽。由咱北港镇公所咱几百人所组成的啊，儿保超人，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咱看到这顶桥是拢是家长亲手所做的啊，家长亲手所做的。你看，咱家长跟着囡仔，表示着囡仔需要咱家长共同来甲保护，啊，就是咱今仔日所举办主要的目的，保护儿童，保护着咱的青少年。来，超人，超人，超人跟破爷，来，超人 super， 来，预备，有，哦，好来，大家。哦，咱看到咱的超人啊，抱着咱的立威天大军啊，天立威，哎，真是有够了，真正是超人。来，掌声鼓励一下。非常感谢咱北港镇公所所组成的队伍，啊，咱只在看咱这小小妈祖非常的高追，
啊，拢看到盐果花啊，看到陈林淡水努力在捐款，非常的多水，非常的多水，来掌声来鼓励他们，谢谢，谢谢我们欧丽姐，非常感谢啦，不干定工作，非常感谢。白雪公主来，一边快进来哈、哦！你好，白雪公主。在此感谢咱萧英莹、萧定定所孙俩北港定工所主哦，非常感谢。大会报告，现在请采接组的同仁，采接组的同仁，请到一秒前定位好，要求他们队伍定位，不要让队伍散掉，不要让队伍散掉，谢谢。感谢北港镇公所的采接队伍，再次感谢您，大家辛苦了，谢谢。好，咱伫桥边啊，桥边啊，咱来看到咱丁丁夫人啊，镇长夫人来挥挥手，哎，谢谢，谢谢。北港定工所队伍后壁边，第四队是咱云林家福中心希望学员啊，孩子们，他等一下会为我们带来很精彩好看的歌舞。采集团体啊，咱各采集团体啊，咱对定了后呢啊，咱邓姐马上来调情一下啊，咱邓姐马上来调情一下，非常感谢。采集团体当中，因是唯一来自咱嘉义县埔竹区啊，为咱埔竹区来参加，非常的感谢。现在队名要叫做金金队嘞，啊，因为呢，近期啊大环境啊天气袂干啊偌好，时机歹歹啊。所以呢，希望用金金堆这个队名来带予大家真多真多金金的未来，并自己呢啊身体力行为儿童的保护来尽一份的力量。这来自咱埔竹啊埔竹区啊队伍，非常的感谢您，让各位乡亲，来用咱上最热情的掌声来等欢迎，来等感谢金金堆，谢谢。多谢多谢。花火宣导队花鼓阵，掌声欢迎他们。已经成立十年，是云林沿海地区第一个妇女花火宣导队。他们平时呢，在树林里教导妇女如何来防火改良。今天在咱军队长黄建军的带领之下，希望以热闹闹热的表演，带给咱大家快乐的心情。掌声来欣赏他们的表演。
那个台上贵宾，台上贵宾要举下好这地球，台上的表演。那再次来感谢咱北港妇女防火宣导队花圃镇非常感谢。那喜欢您来看到台下电台的家福中心希望学院的表演，掌声来欢迎他们。I'll be back.私は一人かや決心なれるかやぐるぐるまで追い出されるその日へ可以順よ順よ真的非常的开心哦，我们家族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在保护